大家好，我是王林。今天的影片是昨天 EX4 影片的延伸，是关于自动12队缺谁可以换谁的一些建议。毕竟每个人的角色池都长得不一样哦，缺角有无数种缺法，我没有办法针对每个人的缺角一个一个推荐，我只能给个方向让各位去尝试，大概就这样。首先，对于自动12队里有缺的角色，如果是输出角色就换其他的输出角色，范围输出角色就换范围输出，破防兼辅助就换破防兼辅助，补师的话就换其他补师，辅助就换其他辅助，总之先换上去打看看，看能不能打满一分半，能打满一分半的话基本上都 OK， 伤害不够的话最后再补就好了。如果打不满一分半，那些角色就留着用到后面的队伍去。现在开始，画面上是在自动12队里没有用到角色去打王的队伍，跟前面一样，如果有角色没有就补一个类似的角色进去，坦克跟补师不要动就好了，输出角色基本上都能换。好了，现在画面上实战放起来，扣掉昨天12队自动角色以外，我今天又组出了9队都是可以打满一分半的队伍，如果缺角12队组不出来，可以参考这9队去打，找组得出来的队伍去补伤害。说一下要注意的地方，第一队圣诞笑脸，这队要早点用，趁目标还多的时候使用，基本上黑王还有两个目标的时候就要用了，然后没有万圣忍可以用媚攻。第二队这个是单体攻守队，白王剩一两个目标的时候用。第三队是范围法队，白王剩两个目标的时候用。这一队光靠圣诞望去补有点不够哦，需要放一个有一点点补血能力的角色，没有 EMT 的话可以换雷姆或是未央，只要会补一点血都可以。然后四到九队就没什么特别了，打白王都没什么问题。好了，要注意的地方大概就这样子了，祝各位打 EX4 顺利。風が
読みました。ライブオンスペシャルステージ夜中の夜ヒッカ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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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ライブオンスペシャルステージヒッカ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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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中の夜明けライブオンスペシャルステージ遊びすぎてしもたかな。次はもっとたくさんプリンを優雅に踊りましょう。使いこなせてない。
女の黒歴史だよ。